第九组，斜飞式，单边下式，金鸡独立，退步穿掌。斜飞式，斜飞式技术关键强调右臂向右倾靠，上体微向右倾斜。移重心呈侧弓步时，意念在肩，以肩大臂为力点，靠击对方肩背，这样动作用力有序，招式沉实。单边下式，移重心与右手摆掌运动，速度要均匀一致。腹部穿掌时，上体要保持竖起，不要前倾，穿掌时要屈腕，指尖领先，这样穿掌才劲儿力顺达。金鸡独立，注意右脚尖外摆，左脚尖里扣，完成好右弓步调掌姿势。提左膝与左掌上挑，提右膝与右掌上挑要协同一致，同时右掌在右胯旁，左掌在左胯旁，要有一个下按的劲儿，这样才能站得稳。退步穿掌，左腿缓缓屈膝，重心缓缓下降，随之右脚后撤与右手横掌下按，左手外旋前穿，动作要同时协调完成。斜飞式，转身分掌，收脚合臂，转身上步，弓步分掌，单边下式，勾手摆掌，腹部穿掌。金鸡独立，弓步调掌，右独立调掌，左独立调掌，退步穿掌。